大家好，我是 Jones， 我玩了卡坦大概13年左右，卡坦是我头四五隻接触的 board game 来的。我觉得玩卡坦最重要是跟对手之间的沟通，你要找到他需要的，找到自己需要的，从中获得自己的胜利。各位对手，我希望大家今次可以享受这个比赛，大家尽力全力以赴。